只能选一个，选我，选我，选我，不然你们两个背头来看谁跳舞比较迷人，让丰田着迷。来来，我看一下啊。周如啊，我觉得你会跳的比他们好。对呀，真的假的？你会吗？你会跳吗？你会跳吗？有吓到底了，我们是那个摇滚团体，他是我们的团花啦。大家好，我是团花。哎，听说他们原本这班有一个很漂亮的团花，在哪里？谁？好像没来。那我，因为可能长太像了。害怕了，今天没来。你不是说那个吧？谁啊？长太像，很多人说我像凯乐姐啦。为什么？你头发还没修复大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们是一个乐团，然后我们巡回表演了一阵子，然后很累很辛苦。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乐团的团长。哇，好帅啊！张峰哲。然后这是我们团的古筝妹，古筝妹，古筝，古筝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古筝刚加入这个团。古筝妹，我是团花乱他翔。我是这个团的表标，他们的安全是我在负责。表标，表标，表标，表标。你不能以为金枕好像我们班的娘娘镜哦。哦，对啊，对，其实我就有点分身，就是好累啊。不是啊，我是这个团的主唱。对，我只是跟他长得很像而已，我不是娘娘镜。手把开耶。今天不知道可不可以来你们班一起休息一下。啊，除了小赖，其他人都不在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好的，这是两分钟，看哪一队答对比较多题就会算，输的那队喝苦茶。准备好了没 ？OK， 好了 ，Let's get it，Let's get it。计时，开始，开始，加油，加油 ！OK， 加油 ！Japanese， 日本人 ，Japanese。Drive, driv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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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rive,
吧，三个字吧，第二个字是奶，奶动物，奶牛，奶有容乃大，不是奶大奶乳牛，奶乳牛，奶头，奶头，乳乳，这乳了，乳乳了，乳是不是？什么乳？什么乳动物？哺乳动物。不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最近贴他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刚好就是他讲四个字，然后是日本嘛，一根长长的，刚好我们最近才去日本玩回来，特别有感触。然后蚁人你也猜超快，蚁人，因为他的最大的这个不想提起的事情就是蚁人，所以肯定就是蚁人。对对对，猜题，你前面也猜蛮快的。对，我跟东京铁塔跟这个蚁人，我基本上是慢了一点，一秒左右。蟑螂 OK 了，蟑螂黑色，你现在猜到蟑螂，没错 ，cockroach。好的，现在换我们摇滚队来主攻，然后是妮亚来抢劫，这样抢劫拦截，抢劫他们拦截，对，然后刚刚的分数都是累积的哦，所以你们只要再继续猜对，我们就赢了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吗？加油！开始，几个字？Two words， 两个字。First word， Q， 可爱，可爱，爱。Second word。It's the color, like a grass, what? 爱玉，爱玉，爱玉，爱，grass, 草绿色，草绿色，草绿色，绿色，草彩色，黄色，黄色，黄，青色，绿青 ，First word, 绿青。四个字。
第一个，第一个。为什么加入美国？他讲啊，我想说四个字飞，应该就只有飞檐走壁了。天哪！我没猜哎，我们就是很默契，很好。你虽然没有外表，可是你头脑有聪明。没有外表。我们队三分，恭喜摇滚队获胜。耶！干杯了，干杯！谢谢谢谢。哎呦！好喝吗？好苦啊！超级苦。还好吧。好苦哦。但今天比较好喝，今天是冰的。哎，喝得太慢了吧？真的有？我帮你喝。没关系，我可以，我可以。好，下课。加油！加油！玩游戏吧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玩什么呢？我们今天玩的是二年八班开学的蒜头小梅排一列。好的，好的。穿插穿插，这个游戏非常简单。譬如说，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，然后大家一开始先蹲下。我说二的时候，两个人就要起立；然后我说五的时候，五个人就要起立。这么简单，没问题。好吧，游戏开始。节奏。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？三。一二三四，大家照节奏哦。OK OK。一二三四，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？五，来了五个人。三，来了三个人。四，来了四个人。好好啊！小赖，你是不是把刚刚跌倒的气发在身上？不是因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今天戴了绿帽。黄的，阿虎戴绿帽。好，从哪里开始？从阿虎开始。从阿虎开始。好，二三四，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？八。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？五，来了五个人。三，来了三个人。一，来了一个人。没，一，一，一。我打你，下不了手啊。对啊。没有。女生都让小赖打。谁开我吗？米娅先。好，米娅一。一二三四，二年八班开学了，来了几个人？五，来了五个人。对，来了五个人。对，你看你，没有人敢打，对不对？没有人敢打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懦夫。哎呀，你打，你打。好的，自习课怎么玩呢？现在我们就是分两队嘛，然后每队呢都有各自的任务，
首先呢是要把这一大壶的珍珠奶茶喝完，太扯了，一缸，而且他们规定只能用汤匙喝，不能整个，你不能整个扛上来这样喝掉，不行，只能用汤匙。然后还有五颗苹果，用嘴巴削完皮，削到只剩肉，对，用嘴巴削皮。然后呢，计步器要摇500下，要用哪里摇都可以。但是这些任务呢，会有一个阻碍，就是待会呢，我们要选出一个小老师，小老师要在黑板前面上课。只要他说，同学们有没有在听？我们全部人都不能动，没问题。如果被抓到的话，就要上去当替死鬼，那一队就少一个人完成这些东西。好，那我们先猜小虎跟小虎是谁？阿五跟洛阳，我猜来，剪刀石头布，叫什么布？耶！开始加速，好，现在大家开始，大家同学开始上课了。好，正所谓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哎呦，明德就是在这个石牌的附近。好，如果你有做捷运的话，你会知道。那小明明德，哎，小明明德儿子就是谁？失忆，没有错，因为他的儿子就是失忆的。但是解决冲突之道这个就厉害了，因为在这个同学们要知道，就是说，在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，当人际间互动增加，同学们，我们再听。检查一下，这我们这一队表现得很好，哎呦，不错，已经三颗了 ，OK 哦，很厉害哦，同学们，敌人哈，不错，防卫，哎，不错，哎 ，Amy， 好，大家继续上课。当人际间互动增加的时候呢，彼此相处的所需要的协调也会跟着增加。在协调中，如果不能满足个人的期待，人与人之间就容易发生冲突。同学们要知道，就是我现在要写上去，冲突那两个字，冲，啊冲，啊冲突的冲，啊冲突的突，这两个字呢，同学们啊，你们要知道，就是说冲动啊，冲突就是因为冲动被触发，慢了吧，你先，同学们再听。哎呦，心体小心啊，那个你在低姿了，你在低姿。不要笑，不要笑，笑了要当小老师，好不好？这边我们就忽略。很厉害，他们那一队，赶快大家再追一下哦！你们那个苹果有在输哦，有在输哦。来继续上课，由于小队的群众非常激动，小强回起说再说多了，要只会起更多的误会，因此小强决定等小珍冷静解释之后，三天后小强邀小珍一起去喝饮料。我知道，对，临时更换场地的事，但我只是希望表演这珍珠太多了吧？大家记得用心，但如果事先能让所有人都参与讨论下去，我想他们在听。丰年，哎，怎么样？思雅还好吗？哎 ，Hello， 这个给藏起来，藏起来，好想把你藏起来，藏在胸前的口袋。哎，太笑了吧，太笑了吧，太笑了吧，啊，太笑了吧。萌萌，哎，谢谢。在听，课不专心，上课在那边吃东西。对啊，继续吗？哎呀，够了，真的太多了，真的。好饱，太晚了。你不是说你喝的？珍珠太多了，真的会吐啊！这珍珠啊，真的会吐，太多了。我来，好，我们要拍。那我那个拍子吗？那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健康体育。啊，你们居然还没有体验过那个男女的那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个呢？啊，对不对？同学有没有在听？啊，继续上啊！那个老师啊，这初恋是13岁的时候，有一个女生我一见钟情了，怎样啊？那个人，我曾经做过很疯狂的事情，就是老师，我
我下课的时候，我有去找那个喜欢的女生的椅子，然后去吻，去吻那个喜欢的女生的椅子。对对对。同学们有没有在听？哇！哎呦，很稳。开了开了机，怎么了 ？Hello。哎呀，他们都，哎，就碰到这个，是是，有个东西滴下来，你口水还是？继续三，太多了，多了，还有还有什么故事呢？还有什么做疯狂的事啊？好，我讲。不止吻，我还有偏过喜欢的那个女生的椅子啊，同学们，我有偏过，那是更小的时候啦，对对对，更小的时候啊，所以你们要小心，就是如果有一天有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有同学们有没有在听？同学们有没有在听？凯乐姐，你笑什么？但我啊，只能抓了，凯乐姐。我不同意那样搞。你太明显了，你太明显了。啊，老师当哥哦。好，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？老师，你上厕所不要上好不好？老师，自己上厕所骗自己啊。金珠内得，太扯了吧？怎么可能？赢了吧？你们你们多少？你们多少？我们260。太扯了吧？摇滚队我胜。耶！爽了吧？爽了。是你呀？真的，是你用那个的。你们输在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们输在自己人抓自己人。对。不是我们输在我们女生比较多，我们对啊对啊，这也是啊，我们四个男生，对，有四个男生，我们可以，有四个男生，没有啦，哎呦，我们是女生，对啊，对啊，我们是公平的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们要废话了，我们是惩罚啦。来，那大家手牵手，手牵手哈，手牵手。你又不能电到啊？哈？哦，好哦。你这个是一对一啊？好了，只要再第二个啦。好，哎，那个我们都能玩，这个都一。好，反正我等下先开嘛，你们自己手最后牵，这样是 OK 的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会是的，是的。好，我先把开关打开哈。来，模式哈，来免疫调节。你把它关掉。哦，又把它关掉了。确定是哪一个？确定是增强。OK。好，有了一了。好，怎么着一了？接起来，接起来。OK OK， 好，那先接。哇，没有吧？又来没？没有啦！不信他不信。没有，我信啊，我相信你啊，我很相信你。我相信你一下。有会。你要确认一下。有吗？没有吧？现在还没有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没有。你们有一个人骗他，真的有啊！真的有破音呢，真的有。啊，然后呢？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先撕咬啦！你们啦！不要不要！要碰啊！你们啦！不要不要啊！没有吗？没有。你碰啊！你碰啊！等一下，你先不要碰。我跟阿普说这样，你们对田，你碰丰田，你碰丰田。好。而且还想问。
来，凤姐要的。饿啊，饿，明天饿没饿？最对，加一点，加一点，最后再碰到，加一点，最后钱。有吗？我现在还没。啊，他这边。有了，有了，我好像被电。哦。有了，真的有，你们好，我们要签了。一二三。来到五位，对不起啊！我们两位，我们两位好笨哦！会流泪哦！这样就过了，对不对？小赖，你真的不行，真的你会不行吗？小赖来一下，我不要，可以啦，不行，来啦，可以啦。不然这样，今天现场可以选一个人签啊，签个点好不好？那就是萧峰选，可以。还有选菜的，这样子可以吗？我先帮你填，帮你填。握住，握住！什么？你们看，这就是恋爱了。被他电了，谁电了？有有有 ，OK 吗？试试看啊！打中了，来上体育课吧。两队呢各选出一个王，王只要王被打到，那一队就输了。然后呢，可是王打到别人，可以从场外救出一个人回来。对的，规则非常的简单。但是呢，因为你们刚刚说我们男生，男生太多，是不是？男生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就是女生，我们就公平一点，我们重新分队，好不好？那就伟晶啊，丰田当队长。好，来来来，那你们可以来选队员，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猜拳赢的选剪刀石头布，你们你先。秋风者，剪刀石头，不是对啊，继续，没有没有，不是轮流，是我可以走，对 ，OK， 剪刀石头布，运气的，哇，你运气好好哦，好难哦，好难，你看到我说好难，右边呢，选他，哎，我没呢，我站立，你忘了，好，小赖，你看他胡须，剪刀石头布，哎呦，好，我留一点给你，我留一点给你。选颜色很烂，你很烂吗？你皮鞋还蛮亮的。老师，等一下，我们是体育课哎。小姐，你要去哪里约会啊？你穿什么皮鞋啊？我不知道，上体育课，我以为只要。好，我选辛迪，剪刀石头布。阿虎啦。我想不到你到这个时候才选到我，不过你现在才猜你是不是？可以可以，但是我他首选对不对？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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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剪刀石头布。哎，刚刚哎，当然是小鹿，小鹿，小鹿啊，而且剪刀石头布吧，布，好好，好像都差不多大，剩下就思雅，思雅，哎，这很强，很强哎，林志强，就定位置。球来就丢，你会不会躲走？你这样就丢我后面，然后如果球被他拿走，我就会这样保护你。哦，你是王，他也是，大家了解规则了吗？现在我们不了解规则，各自各自聊，不了解。我们在录影哦，我们在录影哦，换麦了，同学。不是，等一下，他不知道躲避球怎么玩。我大概知道，你不知道，因为新加坡很少在玩，没有玩躲避球，很少，但是新加坡没有在玩。你的，我现在应该知道。就是打人就对了，打人或者把球接起来。可是如果球丢到我，我可以直接接吗？可以，一定要接，一定要接。甚至我接就输了。接握伞，接到接握伞。OK， 对对，打对方。可以吗？那我们王跟王来剪刀石头布争这个发球。加油！剪刀石头布。哇！小心小心！什么意思？他说为什么我们赢？他赢了。对，他赢了。哦，他赢了。好，拿这个人，拿这个人赚票，来剪来剪石头布。你们先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我讲说我没讲，那里面的人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先发球啊！我们先，你们先，你们先。哎，王，保护王。那你保护王，保护王。你要先丢吗？保护你，你应该不能先丢。你丢啊！我丢啊！还是我丢？小赖丢，小赖丢，好，小赖丢。你在后面，你在后面。哎，过来。开始了吗？开始。开始了。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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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落地先吧，你落地，你落地，你先落地先。没事，没事。好。网在哪里？在你后面，后面。他帮你后面，在阿虎，小心阿虎，小心阿虎。不是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杀杀杀杀！阿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五，小心啊！等一下，小赖先出去，你死了，你死了，因为我没握到。球是你们的，你发现吗？我觉得我们把皮鞋再留到最后，把皮鞋留到最后。我的皮鞋是皮吗？你打到可以救一个回去，你打到可以救一个人。对，有了。那我在旁边。好强哦！对，他的球。谁放走？你要救谁？你可以救我们两个其中一个。为什么我不算啊？我太快。我一定会变好的。你来，就。那我们的球。那变我们两个可以捡球，对不对？可以。他们。你们旁边我来搞地球啊！好，来了。接那个球你没有接到，然后就打到他了。对，嗯，伟静，你可以骂他吗？伟静，骂，这玩什么啊？你们在玩躲避球啊？我跟你讲，我是没有跟你一对，所以我才没骂。他给我骂的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跟我一对，我真的觉得你很瞎。好，
刚有拍到，我们输了哈，有拍到没有？来了，那你懂规则了，你懂规则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一比一。好，我们加油哦！好，开始。我觉得凯乐姐刚刚一直没有自己丢嘛，一直给别人，所以要不要你自己丢下？给你机会嘛，给你开球，丢一下。对啊，万一没有丢中，你们不会没有关系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可以的。直接 catch， 直接 catch。丢不中，好险，好险，好凶哦！丢起来不是，好凶哦！没事吧？哎，没事吧？啊，没有受伤啊。还干嘛？哇！我是斜眼球，斜眼球哎！死了死了，没事没事。你丢，你自己丢。你要练习。你们不要逼我。传球！哇！救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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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己救人！好 ，OK， 很好。好想救那个帽子，你在投球哎，是他们的球，我们的球。好好好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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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。传球！你是吗？这么近啊！就一个，风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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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我，对不对？就一个人，就一个，不是，有我，加油，加油，我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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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给我，加油，给我，可以救人。No No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因为他接到了，接到了，然后继续嘛，对，加油！来，你又剩一个，我继续，小赖，换小赖，加油！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没落地落地落地，先倒谁的球？你们的吧，他们的，谁球？我们的，我们的，我们的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嗯，可以加油，黄队完，怎么办啊？你不要打我，我不会传球。我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，接住，准备好，接住，正面对决，正面对决，就在这一球，就在这一球，要结束做所有的一切了，加油！哪里在架势？是小赖，你传了就完蛋了，你看了阿虎一眼，不要传，不要传，你跟他对决，你背对他，来，来，哦个屁！哦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刚打到我的下面。OK OK OK， 而且你刚刚完全变男神，对，完全变那个眼神完全男神。完了完了，本性露出来了。好不好？丰田躲避球队获胜，所以我们先传，然后等一下再你们那段要惩罚哦。好哦。是不是有一起演一部戏？啊，对，介绍一下，就是演的是摇滚毕业生，现在已经可以在 Charco TV 看到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谢谢。太好了。好，那我们输的那队要交互蹲跳20下。哦，天啊！来准备啊。交互蹲跳是什么？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跳。也在问，在问。不要被骂，要被骂。来，请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。好的，二年八班目标，效能口技和三。
担任多元性别影展大使，支持同性婚姻的他，对于以后自己的小孩如果是同性恋，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想法。我会觉得非常好，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是一个很细心，然后很坚强、很勇敢的孩子。我反而会觉得我要更保护他，然后告诉他他有多可爱。拉拉最近也爱上直播，前几天才戴着假发唱歌给粉丝听。原来假发是拉拉最新发现的直播法宝。对，那个假发它就是可以就是全方位的遮脸，让我就是可以在很有安全感的状况下好好的唱歌，自在的表现。所以我后来就决定，哎，那不如以后直播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会不敢直播，都是顾忌就是没有妆发，会怕脸色看起来太苍白啊，或者是太邋遢。但现在觉得有假发这个法宝之后呢，觉得以后都可以沿用。看来注重外表的拉拉很重视在粉丝面前的形象。记者会现场更有媒体建议，如果公司有妆发，可不考虑会直播这方面。你说一敷着面膜的同时直播吗？那可是，那个要有人赞助我面膜。吕玉玺为泰国当红电影《把哥哥退货可以吗》献唱中文主题曲，抢先看过正片的他超羡慕主角有个超正的妹妹。长大之后都蛮羡慕有兄弟姐妹的人这样子，所以在看的时候也特别有感触，因为就是。电影里面我觉得有找到答案了，自己还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个兄弟姐妹这样。我应该是妹控，对，但是还是要先看妹妹长得怎么样。而自曝是妹控的她，果然就是喜欢妹妹系的女友。前任绯闻女友吴昕缇和现任的温妮都很妹系，不过她却说也啊，女如果是自己以异性交往的对象的话，就可能啊，只要是女生我都 OK 啊，对啊，但是如果是妹妹，我自己是如果有妹妹的话，我应该是会非常疼爱自己妹妹。闭上眼，温暖感受拥抱我，任世界何等珍贵，真心体会才懂。想起了你的脸，微笑感谢地说。这缘分何其多，你的单纯毅力，我跟着直觉一起走，现在为了乘着风，心中